是非常简单，它就有非常简单的，就是重复重复。可是你说它复杂呢，真的是很多规则，就没有一个没有一段呢是重复的，拍拍就是这么一首歌，对吧？大家知道吗？<笑><笑>那么宿舍的故事也是非常动人的，所以就是谢谢你们听我们唱歌，带来这首拍拍奏，谢谢。 刚才你们唱这首歌嘛，拍拍坐，是由谁作词？我们先让观众猜一猜，观众猜不到，你们才回答。他是由谁作？